我就知道你明事理，你一看就是那种面冷心热的那种绅士暖男，和刚才那个硬装的渣男一点也不一样。话还没说完就想跑了。体谅你囊中羞涩，又是为了正义，我给你出个脸币。什么币？做我的未婚妻，这100万的债务一笔勾销。事情就是这样，我莫名其妙就背上了100万的钱。